所以必将杀回魔域，重振旧部。你是说你穿越了？叶天做的所有事情和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是吗？正是此意。混蛋，我杀了你！门外有五个人，扛着暗器，拿着重型武器，马上踹开你的房门，来到你的床前。哼，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们干什么？谁让你们过来的？出去！都给我出去！怎么回事？那个私生子呢？消息错了吗？这里只有林总一个人，哪里有叶家的私生子？怎么可能？他刚刚明明就在这里的。叶天这个杂碎，这次看他怎么死。睡了林飞雪，宫上肯定将他碎尸万段。这次看咱爸还怎么护着这个私生子。哼！喂，什么？老子亲手把他和林飞雪关在一起，怎么就人没了？我操！叶天，你怎么在这儿？你放手！干嘛？你放手！这明明是叶家臣子，却因为私生子的身份被叶自暴自弃，最后被选上。叶秉坤，这一切都是你一手策划的。是又怎么样？我告诉你，我这辆奔驰可是很贵的，弄坏了我让你生不如死。生不如死？让你生就生，让你死就死。干嘛？他是你二弟，我是你弟妹。弟妹，你没少勾引我吧？看勾引我不成，才爬上了叶秉坤。今天我就给你这个机会。你不要太离谱。还有更离谱。叶天，混蛋，你放开我老婆！老婆，先修阴室，再补金丹。老婆，小姐，我们寻遍了龙国1045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可还是没找到你想要的那个男人。他真的存在吗？霓凰，非去不可吗？霓凰资质平凡，此去三大主宰领地寻找机缘，跟上您的脚步，有资格仰视您、爱慕您、拜您、称霸寰宇。他出现了，他真的出现了，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抛下我一个人的。小姐，开启圣天之会，目的地云城，马上备机。小姐，可是您今晚还要和江家公子一起共进晚餐，他都等了您一天了。不重要，等我一天算什么？我的魔尊大人已经等不完1000年了。这家伙脑袋里除了男欢女爱就没点别的了。看来这里是最快能了解到人类的世界。你好，我要看图书。办图书证了吗？什么图书证？那就是没有了，先交200押金。想不到我星空下一代魔君竟然也有被金钱难挡的。哎，管理员，这书怎么没字儿呢？哎，管理员，这书怎么都没字儿了？啊？怎么会这样？此次圣天之会，我们飞雪集团也有幸获得一个参与名额，一定要在云城范围之内找到最优秀的男生。一旦得到南宫小姐的抬爱，我们飞雪集团将会一飞冲天。可是林总，您出的题实在是太难了。迄今为止连个及格的都没有。南宫小姐是何等身份，她可屈尊降贵来到云城，她看中的男人定然不俗。要想获得她的青睐，以财富以权势，我们飞雪集团根本没有优势。
我的意思，明白。圣天之会落选者奖金100万，能为飞雪集团达成合作者奖金1000万。飞雪集团，这不是林飞雪的意思吗？你好，你也是来参加圣天之会名额的吗？是不是入选了就能得到100万？我们飞雪集团的入选可没那么容易，我们一共有10道题，题目包括高级物理、芯片制造、企业并购等等各个领域的内容，一道题的分值是100分，满分可是1000分。有点意思。不过入选的时间已经快到了，还有10分钟，你现在去答题也来不及了呀。喂，那是答题区，你去干嘛？林总，现在排名第一的毕业于哈佛大学，但也只获得了300分。才300分？那赵云成就没有一个有才能的男人了吗？你要是耍人你就直接说，这题出的也太难了吧。就是啊林总，我们只是想参加圣天之会，没必要这么耍我们吧。圣天之会是谁想去就能去？南宫小姐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吗？我看没人比我的分高了。林总，300分虽然不高，但那也是我的实力了，拔得头筹，这名额可就是我的了。好吧，那既然林总有人答对了10道题，满分。我操，我没听错吧？居然有人答对了10道题，这到底是变态呀、这个匿名者到底是谁？我还没来得及登记他就已经进去了。快立刻带我去见他，他就是我们飞雪集团要找的人。可是他已经走了，他说要在明天的圣天之会上再来找您要奖金。架子倒是不行，不过架子越大能力也就越大，我倒是对他很好奇，真是期待明天的到来。这小子连宫大少女人都敢碰，纯属找死。谁不知道林飞雪是宫少的女人，你看着点别撞上。怕个球，撞死了。宫大少重重有赏。我操，真撞上。看看，哎，不是撞到人了吗？怎么什么人都没有？人在车底下吧。怎么什么都人呢？老三，老三。我操！老三，这不可能！妈的，这没了！我操！叶天，你是人是鬼？你给我滚出来！叶天，你到底是人是鬼啊？你给我滚出来！宫少。您也要参加圣天之会，那林飞雪那边怎么办？那个女人背着我跟叶家的废物开房，还想让我娶她，可惜。再说南宫渊啊，那可是龙国顶级财阀家的千金，只要把她搞到手，我宫家入主帝都不成问题。南宫家的这位千金据说有些古怪。不错，自从南宫渊有了记忆之后便不再是人。据说此女草会扬言只有她的真命天子揭开他的盖头那一刻，才能让世人一体真容。难道就没有人见过他的样子？万一他是个丑女？绝对不可能，南宫家族的女人容貌世代姣好，南宫渊一定是龙国第一大美女。这次圣天之会就是为了找到他的真命天子，机会千载难逢，绝不可错。喂，什么？好，我知道了。怎么了？刚得到消息，跟踪叶天那两名手下人间蒸发了。荒唐，好好两个人怎么可能找不到，继续找。那要不要派人？暂时不用，南宫渊已经莅临云城，就先让那个废人再多活两天。去吧。叶泽，我们叶家就你一个名额，一会儿好好表现，一旦得到南宫小姐的嫁妆，我们叶家便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二嫂你放心好了，
南宫小姐的饮食起居、生活习性，我都了如指掌。我肯定会让南宫渊做我叶家的女人。看见了吗？那边是南省三大亨的公子，而那边那几个，则是北方五大世家的少爷。哇，林总，这么多青年才俊齐聚于云城，真的是一道奇观呐！怕也只有帝都南宫渊才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了。那是当然。试问整个龙国，谁不想和南宫家族攀上一门亲事？对了，那个匿名者怎么还不来？林总，你看，匿名者来了。你没搞错吧？是他。哟，你还有脸来？这也是你能来的地方。二嫂，别生气，我来替你出头。叶天，且不说这圣天之会有没有你的容身之地，就说你轻薄二嫂，败坏叶家名声，你也得给个交代。叶天这个明明是叶家臣子，却在叶家一点地位，连一只跳梁小丑都敢这么跟我说。叶天，跟你说话聋了吗？就是。叶天，你敢打我？我知道。要是叶天。再问一遍，你叫我什么？大哥，知道我是叶家长子就好。以后在叶家，我没死，就永远压你。以后再敢对我乱叫，就不是打你这一枪。叶天，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今日名流聚齐，你擅闯圣天之会，是死路一条。叶泽是你弟弟，好言相劝让你离开，是不想把事情闹大。可是你呢，不识好歹。善人，谁说的？我可是受邀而来。胡说八道，谁能邀请你？谁不知道在云城你是出了名的公子哥，一无是处。是受我之邀。有什么问题吗？是你啊，原来是林大总裁。我说叶天怎么这么肆无忌惮，原来是有你在给他撑腰啊。有谁能想到堂堂林总跟野男人睡了一晚之后被睡得服服帖帖。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叶天乃是经过我们飞雪集团重重筛选才确定成为参加圣天之会的人选，他的才华乃是上乘。天哪，这是我本世纪听过最好笑的笑话。叶天他有才华，你说他花天酒地我信，才华初中生都比他强。我来了，给钱吧。圣天之会还没结束呢，要什么钱？通过考核100万，在圣天之会拿下南宫渊1000万。你想反悔啊？别以为我睡了就可以白嫖我。你掉钱眼里了，这种场合给我提钱。算了，那就等宴会结束，记住了，那就是另外的价钱。叶天，你是说你有把握拿下南宫渊？这很难。还有，你们刚刚说错了一件事情，我不是受林飞雪之邀而来，是他。南宫渊，少年总会以杀折磨，此生面容只为一人生，傻丫头，和上一世的你一模一样。霓凰，他不是你又是谁？只可惜，那时我负了他，这一次。我再也不会守约了。叶天，你疯了吧？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喝错药了。叶天，今天灌溉云集，我知道你想拔尖。你先打了叶泽立威，后又说出这番痴心妄语，无非是想引起南宫小姐的注意，还真是煞费苦心。林小姐的邀请函不会也是这么骗来的吧？在这大放厥词，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你瞅瞅你自己，凭什么？凭什么？就凭我是星空下的王，就凭他南宫渊奉我为主，就凭我是魔，以仙为仆，以神为奴。林总，这哟，这年头说瞎话都不打草稿吗？啊，什么神啊仙啊，滑稽得很。抱歉各位，我来晚了。哎呦，宫少你可来了。宫某不才，一直在筹办迎接南宫小姐的事儿，我宫家有幸也得到一个名额，
您都有林总了，还跟我们竞争？我正想说，这次我父亲将我推荐给南宫家，我有七成把握可以获得南宫小姐的青睐。至于你吧，我不跟破鞋乱了。你说我是破鞋？怎么，难道不是吗？听说你在搞什么一个筛选会，就筛选出这么个废物。别为难自己了，今天是男人的盛会，你一个女人来这凑什么热闹啊？等我成为南宫家的乘龙快婿之后，我让你给我做小。你无耻！叶谦，你给我收拾他。怎么？你卖真的打我？打你还需要挑日子吗？在场都是蝼蚁，你在装什么？大一号的蝼蚁就不是蝼蚁。在座的各位，我靠，这小子一进会场就寻衅滋事，把整个会场弄得乌烟瘴气。我们都是青年才俊，大家都是文明，只有这种乱咬人的疯狗才会用这种手段。文明？那昨天晚上那两个人是哪个疯狗派的？离开！别打断。小姐，若是帝都的公子您看不上，云城有个公家少爷，才华横溢，模样还算周正，不知穿哪件婚纱去才合适。如果穿得不合他意，他该生气了。喂，圣天之会有人闹事，疯狗乱咬，还请南宫家族取消夜天。什么？好，我知道了。小姐，宴会那边有人闹事，是否取消那人资格？这一件他肯定喜欢。哎呀，小姐，那人叫什么名字？叶天。叶天？难道是？是林飞雪举荐的人。林飞雪精明能干，举荐的人一定也不是庸才。留下吧。林总，这圣天之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叶天再这么发疯，我们的努力可就白费了。叶天，差不多得了，你再闹下去，我也没办法给你撑腰。闹？这种小场面算什么？我若要闹，会堵了天的。还在碎银小子，那我就让你认清现状。这家酒店在云城是最好，但在南省只不过排前五，在整个龙国更排不上号。什么意思？就像无论是叶泽还是我龚云飞都能压你，更别提三大行和五大世家了。南宫小姐的身份多么尊贵，那是万人之上的存在，九天之上的凤凰，而你不过是尘埃一枚。谁是尘埃？谁是万人之上？瞧，南宫小姐到。小姐已到，圣天之会现在开始。等等，南宫小姐，刚刚有人闹事。停，小姐说了，能来就是有缘，和圣天之会相比，其他都是小事，难道你要影响进度吗？算这小子好。此次圣天之会既是为我家小姐挑选如意郎君，更是为南宫家选乘龙快婿。世人皆知南宫家在龙国的地位，为了小姐嫁过去不受委屈，我南宫家准备了丰厚的彩礼。雨过天晴云开处，夺得春芳翠色来。南宫家送青瓷龙纹瓶一对。这龙纹瓶可是传世国宝啊，价值过十个亿啊。男儿身披黄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南宫家助力南方实现财务自由，送黄金万两，现金百亿，折黑卡一张。黄金万两？黄金万两？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南宫家助力南方风光伟业，送盛世企业百家私募股权十万股。这一次你们谁都不要跟我抢，南宫小姐是我的，我的。林总，盛世企业百家，这就是你想要的。叶天，这次你可得好好表现，全都靠你了，拜托拜托。
南宫小姐，本人叶泽名门之后早已财富自由，本人对您一见钟情，所以想时常伴家人生生世世，这种俗物还是算了。你都没见过我家小姐，谈何一见倾心？我警告你们，不要耍一些花招，在我们南宫家族看来很是可笑。不知南宫小姐要挑选，今天来的都是青年才俊，我建议不如从权势富贵等方面来划分。我们家小姐准备了三个问题，你们谁的回答要是能让小姐满意，就算过关，今夜就可以成为小姐的男人。第一个问题，此生让你们感到最快活的地方是哪里，和什么人在一起？这算什么问题？南宫小姐的问题恐怕是考验我们，若是按南宫小姐的问题回答，怕是此生最快活的地方是在床上和女人。简直是俗不可耐。叶倩，你说什么呢？你急什么？我说的又不是你，我说的床是凤鸾紫龙榻，我说的女人是星空下最美丽的女人，那你颠鸾倒凤岂能忘记？污言秽语，小姐，无妨，继续。好，第二个问题，在场的各位有谁还记得和我家小姐之间的约定？什么意思？南宫小姐，您这问题都有些奇怪，我们和您都没有见过面，谈何约定？我记得。你小子管住嘴巴，别乱。叶天，你最好别再胡扯，否则你就成为所有人的公敌，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叶天哥哥，如果霓凰死了，请不要悲伤，霓凰生是叶天的人，死是叶天的魂，只希望有一天，只希望有一天叶天哥哥能登上宇宙之巅，俯视苍生，能够记得有一个女孩爱过。小姐，我明白。第三个问题，你们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此玉为定情玉，半块半块在你，无论何时何地，玉在人在。叶天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圣天之会已落幕，各位请回吧，叶天留下。啊，这就结束了。小姐，这满场俊宴您可要挑仔细了，千万别莽撞。小姐，你可不要被这个人的花言巧语骗了，他只是一个浪荡落魄公子哥，他配不上你。是啊，您别冲动，要不您仔细看看我们。叶天，我愿意做你的新娘，你若想娶便揭开我的面纱。世人都说南宫家的掌上明珠容貌倾城，闭月羞花，如今终于有机会为一睹真容了。这小子找了狗屎运了，一句话就能抱得美人归，还是南宫家的掌上明珠不行，我要揭穿这小子真面目。你不要命了？这等世家规矩繁多，稍有不慎可是掉脑袋的罪过啊。慢着，我南宫家嫁女岂能如此儿戏？女儿，你糊涂。我南宫家就这一位掌上明珠，从小宠爱，所以这圣天之会也就由着他。全场53位俊爷，我挑来挑去，没有一个能配得上我南宫家。可我女儿喜欢，我也就认了，唯独你叶天不行。你一个二流家族踢出来的废物，身份地位能力财富甚至是尊严，哪一点能配得上我南宫家？没错，我南宫斗的女儿非权势滔天者不嫁，非万人之上者不嫁。哦，你们又怎么知道我就不是万人之上？权势财富对我而言不过只是过眼云烟罢了。放肆，你也不看看你是谁，南宫家主当面，你竟然还敢口不择言。有本事别只放嘴炮，拿出点真本事瞧瞧啊。林总，他是你带来的人吧？小伙子不听话，劳烦你好好的教育教育。南宫家主言重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叶天，能被南宫小姐看中足够你吹嘘一辈子，从此以后在云城没有人敢看不起你。只是南宫小姐的身份实在太过尊贵，我看你还是算了吧。无非是想得到点利益罢了。女儿，
今天妈妈就教你一个道理，任何谎言在真金白银面前都经不起推敲。来人，叶天，你看好了，只要你答应离开我的女儿，这些金条都是你的。这些金条还不够，挺贪心的。罢了，我南宫家也不差这几个金条。来人，这是100家企业上市合同，你签了，你就是这些企业幕后老板，一人能控制上万人，这可是确确实实的万人之上。还是不够。混账，到底想要什么才能离开我的女儿？我要的你们南宫家给不起。叶天，你如果对我有什么不满，我可以补偿给你，但是你不能害我。你知道其中的南宫家会有什么后果吗？我早就说了，这小子上不得台面，南宫家主和这小子说话就是浪费口舌，小子愿意替您分忧，我愣着干什么？拿下！我看谁敢！月姬，所有人退下！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退下！爸妈，我非叶天不嫁，他就是我苦苦寻找了多年的男人，相信女儿的决定，他肯定会让我们南宫家登顶龙国的。你好糊涂，你连他的面都没见过，你怎么就能确定他就是你的真命天子？我可以确定。好，我就看你的面子，给他一个机会。小子，听你的口气大得好，我女儿也说你能给我南宫家登顶龙国的能力。能力不大，登顶龙国却又是什么级？好，有你这句话就行。今天来参加圣天之会的也都是各地的青年才俊，我南宫斗不会厚此薄彼，就给在座的各位一次和我们南宫家联姻的机会。我们南宫家族发展至今已经到了瓶颈，我想登顶龙国之巅，必须解决八大拦路虎，谁能帮我们南宫家族解决这件事情，我们南宫家族就愿意许配自己的女儿。这我知道了，八大拦路虎也就是南宫家族的八大竞争对手，他们在龙国个个都可以呼风唤雨，你们南宫家主要把这八位巨擘搬出来吗？这不可能，别说我们，就连帝都四大公子也没法全部解决八大拦路虎，整个圣天之会据所有家族之力能解决七一都是勉强。爸，你这么做是想让女儿一辈子都嫁不出去吗？还是说你在拿我当利益交换的工具？我是你父亲，怎么可能让你嫁不出去？怎么口口声声说你认可的男人横推无敌，现在怎么不敢接了？可是在座各位有一个算一个都能加入我南宫家族，即刻昭告江南全省。小子，可别说我没有给过你机会。叶天，看看你干的好事，原本整个圣天之会我们江南才俊还有机会嫁入南宫家成为乘龙快婿，现在可好，这条上升之路被你堵死了。是啊，八大拦路虎个个擎天巨擘呀。哎，叶天，别怪我不帮你，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你没有得罪南宫家，你是得罪了整个江南省。3年，叶天，我就给你3年成长的时间，3年内如果你能解决，我就将女儿嫁给你。三年太久，我只需要3天。你说什么？还有我喜欢的你，我想什么时间就什么时间。星空之梦，好美啊！叶天，我美吗？沉鱼落雁之姿。我还以为你会不要我了。上穷碧落下黄泉，这辈子你休想离开我。荒唐！诸位，我女南宫烟从小就患有抑郁症，幻想自己是什么魔君的徒弟，爱恋着所谓的魔君，这也是我们南宫世家为什么这么多年将她养在深闺的原因。都说家丑不可外扬，本以为这件事是个秘密，可这叶天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这件事，就想利用我女儿的这一点获取她的好感。叶天，
揭开我女儿的面纱，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他负得起，你们所有人都没有我了解他。爸妈，你们不信叶天，总要信你们女儿的眼光。我南宫渊眼高于顶，帝都四大公子都入不了我的眼，怎么会选错人？我相信你，三天的时间你肯定能做到的。三天后我等着你来取我。放心吧，小事一桩。哼，大话谁不会说，三天恐怕连找个墓地的时间都不够吧。人心不足蛇吞象，不懂得见好就收，这就是下场。我知道你们都在等看叶天的笑话，不好意思让你们失望了。三天后还是这个地方，我让你们所有人都看见什么叫做狂压一世。女儿，他这次你真的看走眼了吧？他到底是谁值得你这么看重？他就是我要找的人，你们可以纵情的唾弃他，但是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究竟有多恐怖。女儿，你是不是搞错了？你说的和这个叶天是同一个人吗？当然是同一个人，那人可斩巍巍昆仑，也可擒龙沧海。我相信这世上就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林总，这是南宫家族的全部资料。八大竞争对手排名第一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黑龙剑，因为多年前和南宫家族交恶，阻断南宫家族一切海运贸易，导致南宫家族每年亏损至少上千亿，难办呐。哎呀，林总，你难道还真相信那小子会去解决南宫家的竞争对手啊？估计早就跑了，你还替他操这个心？谁说我跑了？叶天，你还来我们公司干什么？要钱呢。哎呀，你都是南宫家的乘龙快婿了，连金条都不要，还差这点钱？哼，男人果真是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要不要是我的事，但你给不给那是你的事，一码归一码。好了，你去我的公司账户上支取1000万，打到叶天卡上。哎呀，林总，快去。哼，叶天啊，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什么？上次坦诚相见没看够，是不是还要多看一遍？你真不知道南宫渊那种大小姐看上你哪一点。好了，说正事儿。这是南宫家族八大竞争对手的全部资料，我已经帮你看过了，如果非要尝试的话可以从最后一个开始。是吗？我倒想看看第一个是谁。黑龙殿，龙国最大的黑道组织。黑龙殿，莫非是黑龙？当初随我一起堕入深渊的还有12魔兽，魔兽黑龙。怎么害怕了？害怕就放弃吧，别不自量力。看在你为我飞雪集团露脸的份上，我愿意给你当南宫家族的说客。会开车吗？什么意思啊？送我去黑龙殿，如果你想成为云城金字塔尖的女王，那就跟我走。哎，你站住！你让本总裁给你当司机啊。林总，钱我已经打过了，叶天他人呢？算了，赌一把。叶天，你该不会一个人就想闯这黑龙殿吧？上一个这么做的人已经被剁碎喂狗了。谁说我一个人有什么用？黑龙殿的人，我滚出来！叶天，你疯了！我好心好意带你过来，你要害死你！我跟你无冤无仇，害你干嘛？你知不知道，在黑龙殿的地盘上闹事是要出人命的？黑龙殿向来以拳头示人，就你这小身板！是吗？我这双拳头曾打过我神明的头颅，还能怕区区的肉体反弹？走吧，跟我进去，带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暴力美学。哎，还进去？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可不想被打成猪头。对了，南宫家族他们对八大竞争对手十分看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南宫家族的掌控之下。你前脚刚进去，后脚他们就知道了，别在这耍小心思。这样最好。哎，你还是给南宫小姐打个电话吧，
江公子，为了小女的事儿，你还特意跑了一趟，没必要吧？南宫叔叔，没能参加圣天之会是我的遗憾。如果我参加，我相信南宫妹妹一定不会选择叶天了。小姐，怎么了？刚刚林飞雪打来电话，说叶天一个人去了黑龙殿。真是不知死，敢一个人独闯黑龙殿是有多么无耻。不过这样也好，断了你这傻丫头的念头。南宫叔叔，我看南宫妹妹表情平淡，看样子是丝毫不在乎那个叶天了。叔叔多虑了，南宫妹妹向来识大体，我看选择叶天也只不过是一时玩笑。江公子，你错了，不是不关心，而是不担心。南宫妹妹对那个男人就这么死心吗？我和黑龙殿也算是有几分交情，如果多谢，不需要。情况调查的怎么样了？少爷，刚子跟老三的尸体找到了，死状惊恐，生前像看到了鬼一样。查到是谁干的了吗？还没查到，监控探头不知道什么原因，全都是雪花。继续查。是。少爷，又怎么了？说。林飞雪带着叶天去了黑龙殿。什么？林飞雪这个贱人还真和叶天绑定在一起了，是？看我怎么收拾他！派人去黑龙殿周围密切监视。是。偌大的黑龙殿，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吗？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敢在我黑龙殿的地盘撒野啊？你就是黑龙殿殿主陈黑龙？小小毛贼也配我们殿主亲自出面？开什么玩笑！在下铁手黑龙殿执事。小子，你敢走黑龙殿，也算有点胆魄。江湖倒是规矩，给你几分面子，两个招子吧。我是南宫家派来的，你们封锁了南宫家的马上帽子，把他签了，一切好说。大家和睦，打打杀杀的事，我最不行。南宫家也算龙国世家，怎么派你个脑残玩意来送死？你是不是跟南宫家有仇啊？你说我送死？不是吗？那就没得谈了。你他妈说呢？我都说了，大家文明人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打打杀杀，你为什么要逼我呢？谁他妈跟你是文明人？挖了你的心肺，下酒！我是个殿下一类人，尔等蝼蚁也敢在本尊面前叫嚣？许昌，杀了他！是。黑龙殿各有多少？够我叶天杀的吗？人呢？你去哪儿了？你他妈装神弄鬼，有种给我出来！在这儿。我的脑袋快爆掉了！刚想开始吧。你不是说黑龙殿人多吗？有多少够我杀的？别让我等，我不耐心，去叫人。我敢叫。怎么还不出来？好歹也要把尸体扔出来，我好给他收尸啊！难道他被黑龙殿乱人分尸，连渣子都不剩？快！总部！快！上！走！快！走！天哪，那不是黑龙殿的殿主吗？这小子把殿主的招来了，哎，你想完了。这位女士，你在我黑龙殿停留做什么？我从小仰慕黑龙殿，刚好路过，想拍照留个念。店里有一人闹事，我正要去处理，你跟他没关系吧？我跟他没关系，我不认识他。那就行，赶紧走，免得溅你一身血。啊，叶天，你死得好惨啊！南宫叔叔，要不我们打个赌可好？好，赌什么？就赌叶天能坚持多久被黑龙殿扔出来。哈哈，我看不出半小时。我赌十分钟，刚进黑龙殿就会被打成筛子了。南宫妹妹，现在我打电话还来得及啊。你还是先照顾好你自己吧。小姐，不好了，叶天不知道在黑龙殿做了什么，惊动了黑龙殿的其他分部，现在黑龙殿的所有成员全部往黑龙殿总部赶，连陈黑龙都已经去了。果然不出所料啊。这下可好，即便是我也只能保全个全尸了。
品了。四品，这他简直不是人，是个魔鬼。哎，算了，不等了。现在瞎了眼，就不该相信叶天能做到。我是真没想到世上还有你这么容易被骗的女人，你还真是跟叶天一起来送死。你来干嘛？当然是来保护你了，免得你被叶天连累，黑龙殿杀人是不会怜香惜玉的。哼，这么说来我还得谢谢你。不好意思，我这只破鞋可高攀不上你。雪儿，别说气话。气话？你高攀不上南宫渊，倒想回头来吃回头草。抱歉，我宁愿相信叶天，也不会再相信你一句鬼话。我就等着叶天是怎么被抬出来的，到时候看你怎么说。谢，给你脸不要脸，求。人呢？继续，我还没热身呢。大哥，饶了我吧，真没脸了。谁敢挑衅我黑龙殿，活腻了不成？哎，老大，你可算来了！你要再不来，黑龙殿就保不住了呀！姑姑弟弟成何体统？我倒想看看是谁敢挑衅我陈黑龙的威严。就是他，就是那小子。你是？没错，就是我叶天叶之地魔帅黑龙，还不归位！魔帅黑龙，臣见魔主，请进魔局。起来吧。我还以为你认不出我来了。怎么可能，主人，我等你等得好苦啊。叙旧的话先别说，文件你都看了吗？主人，你这是要把南宫家的八大对手全部解决。一个一个的跑我都懒得动，你替我把事情都办了，不听话的杀。交给属下。对了，十二魔帅分散在世界各地，既然魔主归位，我打算召开一场发布会，全球直播宣布你的回归。十二魔帅也该归位了。我也有点喜欢念你，连你都混成了黑龙殿的殿主，那帮家伙应该不会差太多。准了，是，属下这就去办。等一下见面会之前，一定要把八大家伙请定好。好嘞，兔崽子们，召集黑龙殿所有兄弟，给我主人完成任务去。是。飞雪，你就别等了，这时候叶天已经碎成渣渣，只有我宫云飞才可以帮你飞雪集团。难道真的不行吗？看来是我看走眼了。叶天，你没死？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叶天，你好好，你没事吧？叶天，你是怎么从黑龙殿出来的？瞎了吗？没看到我走出来？我去，黑龙殿的人很和善，很容易说话的。对了，黑龙殿的铁手好像有话说。请问是飞雪小姐吗？是。从今天开始，黑龙殿将会分出一部分手腕为飞雪集团免费使用，飞雪集团的安保问题也由我们全权负责。换句话说，应该没有人敢再对飞雪小姐不利了。这是真的吗？我不是在做梦吧？我已经说了，跟了本尊是你最大的福气。见鬼了！南宫妹妹，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如此平静的，难道你就一点也不担心吗？小姐，出事了。南宫叔叔，看样子我们的赌局已经有结果了。说吧，那小子是不是死得很难看？不是的，最新消息，叶天已经完好无损地走出了黑龙殿。什么？这不可能，陈黑龙明明已经过去了，黑龙殿主脾气那么暴躁，有人要拆了黑龙殿的招牌，怎么可能全心全威地走出来？我就知道他肯定会办的。好，我知道了。南宫叔叔，黑龙殿刚刚宣布要召开一场盛大的见面会。见面会？不错，见面会上会出现一位天大的人物，据说连陈黑龙都认他为主了。哦，连陈黑龙那样的巨博都甘愿为奴，我想象不到那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啊。所以叶天之所以能够出来，我看就是运气好，碰上这种事。南宫叔叔，我江家的几个朋友也受到了邀请，不如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吧。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定了三天之约吗？三天之后恰好也是见面会，不如趁这个时机我充当说客，将你们南宫家和黑龙殿化解恩怨，你觉得怎么样？这样最好。如果这件事能办成，盛世之会上的婚约就算在你头上。爸，好了，江公子还在为我们南宫家登顶龙国劳心劳力，可你那叶天呢？去黑龙殿走了一趟，就想让我嫁女儿，没门儿！想要我答应，就得拿出真本事来，一切
三天后见分晓。好，那就等三天后，你们自然会看到叶天如何一览众山小。叶天，你和我说实话，黑龙殿的事解决没有？想知道啊？当然，这对我很重要。那就拜我为主，我会告诉你满意的答案。叶天，你疯了！你放开我！别以为你睡了老娘一次就可以吃定我了。怎么了？睡了一次就不能睡第二次？我今天累，需要阴气滋补一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放开我，不要在这里。不在这里，在哪里？主任已经办妥，剩下的七个大佬都愿意为南宫家让路，到时候见面会上会宣布。办得不错。按照您的要求，叶家已经受邀参加见面会，到时候自然会给他们泼天的好处。毕竟我霸占了叶天这个窝囊废的身子这么久，帮叶家一次也算尽了人情，看叶家意思吧。如果给脸不要的话，那在见面会上就不是他们叶家的天赋，能否把握得住机会就在他们一念之间。我主睥睨天下，要我看根本不需要您让步，他们根本不配。无关紧要，我自小无父无母，这叶家也算我的母族了。跟我回家族，爸找你不墨迹。十分钟之内，你若赶不回去，就等着家法伺候。家伺候。亲爱的，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讨厌，怎么又买戒指啊？你戴上。家主马上就到，等一会儿吧。站起来！你有病是吧？你想干什么呀？听不懂话是？妈的，滚到你该坐的位置上去！你再说一遍！大少爷、二少爷可是你的亲弟，虽然你是私生，缺乏家教，但你得有做兄长的样子嘛！王滚！我父亲眼前的红人呢？家主不在，我得帮家主管着点大少爷。你知不知道，圣天之会长，你成为叶家的校长了？哦，原来如此。李成。你肯教我做事情，你还以为我是以前软弱无能的叶天？你什么你？打你还嫌脏了吗？少爷，哼，反了你！我是家主的人。哦，家主，好，那你就去告诉叶重山，看他会不会为了你这个家族。还有，以后我在叶家再跟我乱讲，我打断你的腿，滚！看看这家伙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强势。牛逼！哎，那么吵啊！哎，爸！爸，您身体还好吗？死不了。我这次把你们叫来，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体不太好了，想和你们商量一下，我一起管公司的。区区叶家，我懒得着急。不过陈黑龙答应送给叶家一大，却不可能便宜了叶北坤这个玩家。爸，叶家集团一直都是我在打理，我有经验，您呀、啊、就安心养病吧。是啊，爸，炳坤他一直踏实肯干，把叶家交给他准没错。我看未必。怎么，你也想参与这次竞争？当然。你开什么玩笑，叶天？你对公司一窍不通，整天花天酒地，在云城臭名昭著。尤其是上次圣天之宴，我们叶家已经成为最大的公敌了。嗯，怎么回事？爸，他声称要给南宫家解决八大拦路，现在八大巨擘在云城关联的集团和家族都开始打压我们了。真的有此事？所以啊，爸，他叶天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集团你还是交给我吧。叶炳坤，我能让叶家与南宫家平起平坐，你能吗？你说什么？叶天，话不能乱说，南宫家族那是高不可攀，我们叶家在人家面前那是连九牛之一毛的一毛都比不上啊。爸，你要是没去过上次的圣天之会，他牛都吹到天上去了。只有无能的人才会吹牛，而我吹的牛都会实现，机会就摆在眼前，能否珍惜就看叶家了。
机会，机会在哪儿啊？在天上吗？快让他掉下来，让我们看看能不能让叶家一飞冲天。我告诉你叶天，我叶秉坤苦心经营了十几年，叶家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我的功劳，你想跟我抢，你配吗？黑龙殿执事大人到。黑龙殿铁手大人有失远迎啊。不必了，我是奉命而来。黑龙殿于三日之后将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见面会，肯邀叶家莅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们可要珍惜啊。话已带到，我们先走了。我送。哎，叶秉坤啊，你不是说没机会？你看机会来了，你的努力一文不值。这怎么可能？你明明挑战了黑龙殿，结果黑龙殿还送来了邀请函。眼见为实，你输了。好啊，谢谢。没想到平时你一声不响的，还能办出这么一件大事来。这次的见面会就交给你了。你得好好表现呢、爸，这次的见面会需要仔细筹备，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做事。好说，咱们叶家家族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只要你需要随便挑选。这个人弟妹刚好合适。你爸，我叶天他怎么？这可是叶家崛起的大好机会，难道你不想帮家里做事吗？当然当然不是。那就辛苦弟妹了。啊，今天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累了，我得回去休息休息，你们慢慢聊啊。王芊芊，以后你就负责帮我洗澡洗内裤。叶天，你不要太过分，我是你弟妹，你竟然羞辱我。没错，我就是在羞辱你。你欺负我们长姐，我可记得一清二楚。叶天，你你敢推我，我可是叶天，看来今晚得好好教。你禽兽！二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叶天那个家伙现在已经凌驾在我们头上了。想不仁则乱大谋，见面会的时候再说。江公子，你找我出来不知道有什么事？虞姬，你是南宫小姐的贴身随从，对你家小姐一定再了解不过，你难道就真的忍心看你家小姐往火坑里跳吗？说实话，我也不理解小姐的选择。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不想小姐嫁给燕天那种低层次的人。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南宫小姐生性倔强，她做出的决定，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所以，不如我们合作，从叶天处着手。你是想暗杀叶天？我江商峰还做不出那种下作的事，你只要按我说的做就行。你想要我做什么？我听说你家小姐手里有半块玉佩，十分看重。你家小姐找我，她人呢？不是我家小姐找你，是我。你叫月姬是吧？说吧，找我什么事？大家时间都很宝贵，我就不废话。签了这个字。本人叶天，即日起，自愿和南宫渊一刀两断。继续念下去。不必了，你在跟我玩过家家。我没那个闲工夫。我家小姐让我告诉你，她已经玩腻了。继续。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你和我家小姐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你根本配不上我家小姐。我配不上她？当然，南宫渊，南宫家族千金，追求者众多，黑龙殿不日将会举办见面会，南宫家族和八大巨伯达成和解，不出半年，南宫家就会登顶龙。而到那时，世上男子都会成为我家小姐的脚下浮游，包括你。想不到南宫渊身边还有你这么一个眼界窄小的人，我的能力与天比，岂是你能想象的？哼，果然啊，还是一如既往的痴人说梦。与天比低，那你倒是说一说，你有如何的恐怖身份？我也不高抬你，你若是能比肩黑龙殿的大当家，我就服你。黑龙殿。陈黑龙见了本尊也只会顶礼如外。别痴人说梦了，叶天，我劝你还是赶紧把字儿签了。我家小姐心善，不忍与你狡辩，这样你还能得到现金的补偿。好啊，让他亲自来。你啊还不够资格。这种小事儿就不劳烦小姐出马了吧。你要知道，若不是你强闯圣天之会，你和南宫家这辈子都不可能有交集。你这种人，别说是我家小姐，即便是我也不会正眼瞧你一眼。
我想你误会什么。从头到尾，我都没有邀请过你们小姐嫁人，是她举行了圣天之会，是她提出了三个条件，是她拿这半块玉佩满世界找她朝思暮想的那个男人。满世界找他朝思暮想的那个男人，你这是狡辩！我在陈述事实，事实，事实就是你这小人钻了空子而已。你还真以为南宫渊对你矢志不渝，豪门谈感情？我看你是脑子秀的了。你俩地位决定眼界，你这种人只是想法偏激罢了。明明南宫妹妹对你已经没有兴趣了，你还缠着她不放。真是无知，那这个呢？你还会说无知吗？这玉佩怎么在你手里？这玉佩可是南宫妹妹亲自交到我手里的。接受现实吧，这东西地摊货不值几个钱，南宫妹妹让我转交给你。的确是她的。明日见面会就会召开，到时候我江山峰定会利用江家的力量为南宫家族和黑龙殿和解。等到见面会结束，南宫渊必定会成为整个龙国最炙手可热的女人。至于你，这一次你可没那么幸运，你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我看是你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吧。陈黑龙就是因为我才举行的见面会，十二国帅八大巨擘届时都要俯首帖耳，认你为主。哼，认你为主，你怎么不说陈黑龙都是你的奴仆呢？没错，陈黑龙当初就是我。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呀？这些话要是传到外人眼中，那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我真是为小姐感到悲哀，居然错把你当成人。行了，玉佩我已经转交给你，你是时候离南宫家族远一点，别来沾边。这张卡里有十个亿，够你吃喝一辈子了。垃圾的东西只配待在垃圾桶里。最后，这是南宫渊的真实意思，如果你背着他做这一切，被他知道，他会让你后悔终生。你江公子，我们这么做真的好吗？我骗了他，更是骗了小姐。别担心，你家小姐会理解你的。主人，帝都江家家主江恒禄得知我认你为主，愿意在见面会上献上江家八成资产，只求成为您的家奴。帝都江家，江家和我黑龙殿一直交集颇多，也知道我黑龙殿新召集了各路魔帅回归，这些家伙一个比一个厉害。您还记得魔帅擎苍吗？当然，那家伙娶了一国公主，现在已经是那座小国的国主，日子滋润得很呢。所以当江家看主人您一声令下召集了世界半数的权势，当然想投奔您，这个是他江家难得的机会。您看。行啊，既然如此，那就见面会上说吧。主人，见面会还要继续吗？南宫家如这么耍你，要是我直接掳走夫人，区区世俗家族何足挂齿？那怎么行？你还不知道我吗？最好打脸。话说回来，今天要被打脸的对象还真不少呢。我的手也奇痒难耐了。二哥，我都已经查清楚了，南宫渊之所以一个劲儿的跟叶天在一起，全是因为一块玉佩。只要我有了这个玉佩，南宫渊就是我的。别着急，待会儿叶天来了，你就看我的吧。说曹操，曹操就到。叶天，你先等会儿。爸，芊芊，稍后就到。有事吗？大哥，你身上那个玉佩呢？玉佩？哎呀，行了，别装了。你不就靠那块玉佩才让南宫渊死心塌地跟着你？你看爸爸集团都交给你了，现在集团是你的了，可这好处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占。什么意思？你把玉佩交给三弟，你就跟南宫渊说，这玉佩本是三弟的，给三弟个机会。给他？他配吗？叶天，你可是我大哥，不能这么自私吧。哦，公司你要，女人你也要，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便宜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行你也占了。我告诉你，我叶天的死没有施舍，也没有馈赠，是我不是我都要。你滚，放开！
叶家怎么出现你这么个贪得无厌的逆子啊？野种果然有野种的道理。你说什么？放开！哥，就是这个。三弟，拿着。我警告你，玩坏了，他不是你们能碰的。就你碰得，我们负责担呀。我再说，玩回来，这玩意儿啊，是我的了。只要我把它交给南宫渊，南宫渊就是我的人。别逼我！我只能摔了也赔你。你们碰我可以，但碰他就是出我的命令。你想干什么？转过身去，一直往前走，走到江边，然后跳下去。跳下去。叶天、冰空和叶泽他们人呢？洗澡去了。洗澡？洗澡，关键时刻没一个中用的。叶天。我们进去。李太太，你也来了。最近怎么样呀？公司经营的还好吗？来。慕容叔叔、魏叔叔、文叔叔，好久不见。这不江家大小子吗？好久不见。江少主，据说你要做我们几个老家伙的话事人了，这真是年纪轻轻，非常的有风范呀。客气了。全靠家主的面子，三位叔叔。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今日南宫叔叔也在场，要不你们看？哎呀，好说好说啊，江商啊，听说你就要做南宫世家的乘龙快婿了啊？那我们三大世家会顶南宫家登顶龙锅，那也不是什么难事啊。好啊，江山代有人才出，加上陈店主。八大竞争对手，江公子一下就解决了四个。客气了，南宫叔叔，说不定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一家人，啊、来人，一起敬后起之秀，一家人，一家人，一起干杯！南宫叔叔，你看谁来了？各位家主，是不一下。站住！你小子来干什么？谁让你进来的？南宫家主，这是邀请函。这运气倒是不错，云城只有三家名额，竟然还有你们叶家。小子，我警告你，我女儿已有良配，别再纠缠我女儿。良配？你说的是这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叶天。今日见面会可是比圣天之会隆重数倍，来的也不是青年才俊，而是世家家主，可谓是天皇贵胄。南宫叔叔身份贵胄，不愿和你这种小人物撕破脸。你知不知道南宫叔叔是想给你留条活路？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我怎么需要别人给我活路？你可别不知好歹。不知好歹？我看不知好歹的是你。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陈飞龙将像丢垃圾一样扔出去。厉害，真是厉害啊。我听说圣天之会上你就很黄，我呢没赶上。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呢。这是哪儿来的小子如此不知好歹？难道是哪位世家的私生子？这私生子是真的，但什么世家就是假的。无非就是一个云城的落魄小户啊。小子，我警告你，今日是我们南宫家和各大家族和谈，事关重大，你最好给我闭嘴。闭嘴？晚了吧，他可是得罪了陈殿主。小子赶紧跪下。要我下跪你还不配？哟，一个世家家主不配，那么再加上我魏平生呢，两个世家家主你还不下跪？有意思。
好久没见过这么狂的后生了。那再加上我和烈红的三大世家控制着龙国半壁江山，你说配不配啊？远远不配。嗯，哼，小子，这三位可是和我们南宫家并肩的世家，他们曾经和我们南宫家有过嫌隙，可我更敬重他们所掌控的权势，我希望你不要侮辱他们。你还说让我帮你解决八大龙物，今日竟成了你的座上宾，要说同流合污还得是你呀。叶轩啊，我们小门小户能得到邀请已经是万幸，你说些什么呀。你呀，这些世家随便一句话都能让我叶家灰飞烟灭，难道你非要害死我们吗？叶崇山，现在叶家我当家，我让叶家兴，谁敢让叶家亡？你我道什么歉？我都说了，他们不够格。叶天，你要送死我们不拦你，我们叶家好不容易有今天，你不要连累叶家。既然如此，那再加上我江家如何？江家不错，我江家控制北方经济命脉，诸多世家中我江家可排名前三。此次见面会，陈黑龙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真正的大佬是陈黑龙背后的神秘人物，而我江山峰已得到准许，能在见面会上单独给那位大佬敬酒，这份殊荣放眼全场只有我一人而已。现在我问你，我江家够格吗？你江家算个屁。你江公子竟然可以给那位神秘大佬敬酒，那我们这些老头子也该退休了。嗯，日后龙国的守护人也非江公子莫属吧。是啊。据说那位神秘的大佬啊，不仅能让那个陈黑龙臣服，还能以一己之力发布诏令，聚集全世界所有的强者，这才有了今天的盛会啊。好，好了，都别说了。叶天，搅乱见面会，和五大世家为敌，今天我宣布，小你和他一刀两断，从此叶家在云城出名。可喜可贺，南宫叔叔，你终于下定决心了，我这就通知南宫妹妹。小姐，见面会有家主和江公子，你就不必去了。你要拦我？小姐，叶天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他配不上你。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我玉佩呢？小姐，我只给你一次坦白的机会。小姐，我已经把玉佩给了叶天，我还给了他一笔钱，我让他离开你，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啊。他已经答应了。答应了？是的。你知不知道知人知分？你有什么资格替我做决定？小姐，我跟了您这么多年，我可是您心腹呀。你可知道他是我霓凰什么人？你自裁吧。小姐，我只是犯了这么点小错，可我初心是好的呀。其他的错误都可以不在，但你千不该万不该惹他生气。小姐，小姐，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断他条腿。是，住手。住手。来的正是时候啊，南宫妹妹，我要让你看看这个男人怎么跪在我跟前的。有眼无珠，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都给我退下。南宫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要保他吗？我身后有黑龙殿，有三大世家，还有南宫叔叔的力挺，你确定要在这个时候一意孤行吗？我站在哪一边好像跟你没有关系，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跟他道歉。看在你们江家跟南宫家关系还不错的份上，说不定还会给你们江家留出一条活路。留一条活路？
就他？别闹了，女儿，你就这个态度？我的态度还不够明显吗？好，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南宫渊的态度。南宫妹妹，哇、哎，怎么打了？这为什么？就是我的态度。叶天，你躲在女人身后算什么本事？南宫渊，你既然敢打我，就为了这么个废物？就算他脊梁够挺，膝盖够硬，就他一个人怎么跟我们斗？跟我在这玩一腔孤勇是吗？啊，真是天大笑话！一腔孤勇，你错了，他并不是一个人，你们不知道他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哦，难不成他很厉害吗？那你知道我江家背后代表着是什么吗？全场嘉宾只有我江家有资格给那位神秘人物敬酒，这且不说，就说我江家坐镇北方兴盛百年，再加上黑龙殿的实力，我江家的资本也丰厚的很啊。嗯，而他有什么？难不成是隐瞒了什么惊世骇俗的身份吗？啊，还真有可能。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从出生就开始隐瞒，而且一隐瞒就是二十多年呢。啊！南宫渊打你，你应该感到庆幸，那是因为他想救你。我呢，脾气不好，杀戮极重，你最好别惹我。死罪难免，活罪难逃。殿主，嗯，陈殿主，要没有您，我江夏哪有机会接触到那样的人物啊？客气了，不过我可警告你啊，连我在那位人物面前都只是小兵一个，你们江家最好不要得罪。敢问殿主，您说的那个神秘大佬究竟是何身份啊？我听您称他为亲弟啊，这世上能以弟为名的可不多见啊。就给你交个底吧，那位啊是最接近神的男人，哪怕你们江家得到他一丝丝垂青，在龙国都可以横着走了。他有那么大的能量？只要他愿意，一言可倾国，一言可灭世。只能说他出现在龙国是龙国之幸的。等着吧，开疆扩土，振兴龙脉，都不是难事。好，看来我江家崛起的时机到了。哼，殿主您是不知道啊，我江家是在北方深耕百年，被其他世家打压，一直走不出去啊。如果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是青帝打来的吗？喂，青帝大人。通知下去，江家的敬酒资格取消了，让那个江家的家主滚过来。我不是他爹，教育儿子的事情还是他亲自来。什么？还有这种事情？好，明白。江恒度啊，你可真是生个好儿子。怎么了？还怎么了？马上回去见面会。你儿子把青帝大人得罪了，青帝指名道姓让你好好管教儿子。如果得不到大人的原谅，我们北方江家就等着灭门吧。我这就去。大兄家伙到哪儿了？启禀殿主，魔帅们已经到云宫去。甭管册子，跟他们说十分钟内赶到见面会。是。小崽子们，黑龙通知我们十分钟内到达见面会，我们加快速度。黑龙那小子还真是幸运，竟也在龙谷，要不然还轮不到他对我们吆五喝六。我比不过黑龙，还比不过你们，我肯定第一个见到主人。就你小子在十二魔帅序列中都排名末流，还想跟兄弟们比？兄弟们，给他点颜色瞧瞧。
着吧，人很快就到了。爸，你再不管管，我们叶家可就废了。天儿，当爸的对不起你，你的身份不正，让你在叶家受委屈了。可你也不能如此啊！你要是还恨我，你干脆拿刀把我杀了。现在杀还有挽回的余地，全当我求你了。别闹了好吗？我没闹。如果叶家还想泼天富贵的话，就老老实实站在我的身后，这一切我叶天撑着。如果不要，门在那边，好走不送。你简直无可救药啊！叶天，爸，我求你了，收手，收手吧。哈哈哈哈哈！叶天，富贵子那可是大不孝啊，就不怕遭天谴吗？天谴、啊、笑话。既然叶家已经做出了许愿，以酒为戒，从此叶天和叶家再无关系。叶天，你要和叶家决裂？爸，你混账！你嫂子，你可知道这瓶酒的价值？你可知道它象征着什么？今日见面会，青帝为首，以酒为媒，我等供奉青帝大人为主，今天都被你破坏了。是吗？你怎么知道这酒是为我准备的？味道寡淡，实在不够。姓叶的，你太放肆了！南宫渊，你看到了吗？那是他自己找死。他以为他是谁呀、啊？啊！他是什么身份？你们等会儿就会知道。还有，这世上还没有谁能和我的男人比劲。江山峰，自寻死路的人是你。你被他骗了。他就是个私生子，被世人唾弃。他这么做就是在报复社会，报复叶家。他自己想死，所以要拖着我们下水。青帝一到，我们都要受过。好啊，这就是你在见面会上大放厥词的原因。你看清楚了，这就是他的心思。爸，为什么我认可的人你永远就是不相信呢？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比谁都清楚。这么多年来，我可曾求过你一件事？今天就算我求你了，别和叶天为敌好吗？我们南宫家能否登顶龙国全凭他的一念之间啊。南宫渊，你真是被这个男人的骗术冲昏了头脑。今天你说成话，我也不会相信你。我再说最后一句，站过来。我不。你。好。好啊。叶天，我恭喜你。你成功地把我女儿给拐跑了。我既是父亲，又是一家之主，不得不为我们南宫家族考虑。既然如此，我也学学你。爸，你相信我。以此酒为戒，从此你南宫烟与我们南宫家族再无关系。叶天，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南宫家主都和南宫渊断绝父女关系了，你要还是个男人，就把南宫渊交过来，我保证，我尽可能给你留一具全尸。霓虹，你看到了吗？这就是凡人的眼睛，永远那么真。江山峰，我看你不是为我求情，你只是动了美色之心，不想南宫渊成为我的女人。叶天，别白费力气了，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会离开叶天的。那就怪不得我了，今日见面会本不宜见血，但叶天不图，不足以平众愤，我愿手刃叶天，可有人愿意跟？叶天啊，你啊，你爸，这都是叶天自找的，再说了，世家兴善不会连累无辜，叶天跟我们叶家已经断绝关系了。此人一介末流，挑衅世家权威，
早就该死了。我慕容家跟了，我愿手刃叶天，以儆效尤。不错，应该除掉这小子，而且下手要尽快，不然陈店主带着青帝大人来了，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我魏家跟了。好，我门家也算一份。小子能死在我们世家的屠刀下，这辈子也算是值了。天哪，世家联手发布诛杀令，百年不遇呀、啊！这人已经人神共愤，杀他不是犯罪，是在行善积德做好事。我张家跟了，我李家跟了，手刃叶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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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吵闹？说，您还是进去。李先生，别人围攻了。啊，岂有此理！这群杂碎，走！守夜天，守夜天，夜天，你是不是吓傻了？还不从那个神圣的位置上滚下来，受死！时间差不多，还在这儿？你是想说陈店主要来了是吧？你放心，店主来之前，你已经是个死人了。来人！你要多少人？我给你。陈店主，你今天终于来了，可让我们好等啊！陈店主，别来无恙，怎么就你一个人？叶天，我本来想让你死个痛快，既然陈店主来了，那你的下场只会更惨。他可比我狠辣一万倍。是吧？等着瞧。哎，爸，你干什么去啊？哎呀，我去找陈店主说几句好话。叶天，他毕竟是我的亲骨肉啊。爸，你是不是老糊涂了？都是叶天他自找的。再说了，我们叶家算什么？没有新受邀来这里，已经算是祖上烧高香了。理是这么个理儿，可叶天，你还愣那干什么？赶紧下来，求求店主啊！老头子，我一直被你视为叶家之耻，今天你给我看清楚，什么叫做千里江山，我为王。爸，我说什么来着？就让他自生自灭吧。南宫之女，你好好劝劝他吧。男人的事儿，我一个女人没有资格插嘴。你们，哎，陈黑龙，店主，有件事情需要跟你汇报一下。干什么？别拦路！刚才有个人不知死活，羞辱我们，还羞辱你。我们几个自作主张，您不会怪我们吧？你们准备把他怎么样？那还用说？玷污青帝见面会，当格杀勿论。只是一只蝼蚁而已，碾死就行了。不费陈店主您费心了。南宫家主，这也是你的意思？不错，为了和各大家族搞好关系，我甚至和我的女儿撇清关系也要出了此门。她实在是犯了众怒啊。好啊，连你们南宫家都加入了，还有谁加入了？全场嘉宾宾客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加入了，这是众望所归呀。我还有我们。你们，我们是叶家的，这是叶天的生父，我是叶天的弟妹。怎么，你们叶家也加入了？不错，我们叶家答应灭亲，同意诛杀此人，以儆效尤。陈店主，要算功劳的话，也要算我们一份哦。哼，好啊，好的好啊，你的眼睛都被狗吃了吗？都给我滚开！我看今天该灭该杀的是你们。黑龙殿殿主陈黑龙拜见青帝大人。拜见青帝大人。青帝？他是青帝？怎么会？我没听错吧？青帝？怎么可能这样？青帝？这不是隐藏的神秘大佬吗？怎么回事啊？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陈黑龙来迟，请青帝大人恕罪。陈黑龙，这就是你为我举办见面会，这就是你找的一些贵宾。你不是说世家已经俯首了吗？我看不是啊。
他们嚣张的很。请轻骑责罚，都是我的错，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我脑袋都快搬家了，你想怎么交代啊？这还有这酒，他们说是至尊珍藏，千辛万苦准备的。江山峰，在，你不是要敬酒吗？这酒我喝不喝？喝的。这位置我坐不坐？坐的。一览众山小，还真是寂寞。叶家要跟我断裂关系，南宫家更远，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要了，要与我为敌，放弃登顶。叶天，这么说，是你邀请我们参加见面会的？废话，要不然凭你们叶家也配出现在这里？不仅如此，青衣大人更是给你们准备了一场泼天富贵，只可惜呀，你们白白浪费了大好机会。怎么会这样？叶天啊，你如果真的是亲弟，这可是代表着包括我在内，你们南宫家的八大竞争对手都会俯首帖耳，你们南宫家登顶龙国指日可待。而你，世上竟然还有你这么蠢的人。是我错了吗？我早就说过，我看上的男人绝不会差，只是你们一个人都不相信罢了。陈店主，你一定是弄错了。这小子，我查过，他从出生之日起就没有离开过云城，一直就是个混吃等死的废物。他凭什么能得到你的尊敬？这不科学。闭嘴！爸，你可算来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他，逆障，还不跪下磕头赔罪。爸，你这是干什么？你在救你命啊！我江恒都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货？谁能告诉我答案？陈店主如此，你也如此，究竟发生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你不知道吗？你自己干了什么？我就是要把他……我江家为了入主中原费了多大的努力，好容易得到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你呢，全被你这个败家子给毁了。爸，我知道错了。孽障，你就是江家的孽障，你毁了江家。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我真的知道错了。爸，滚开！江恒都不止你一个儿子，从今天开始，江家家主的位子你就别惦记了。还有，你在私下串联哥世家家主，你好大的威风啊！青帝大人，这个孽障是杀是留，全凭您发落。不，爸，我这都是为了江家，我为了江家扬名。爸，不错，你儿子为了扬名，把我当成砧板上的肉；你儿子为了你江家，更是把我当成垫脚石。你儿子可真孝顺。逆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你也说得出来？还愣着干嘛？赶紧磕头赔罪呀！别呀，您儿子那么大，携各大世家、百大豪门首任我们，逼得南宫渊跟南宫家比比比，我叶家也要和我断绝关系。一手合纵连横，无出其右，我得跟您儿子学习。青帝大人，我江家从今天开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话我说到做到。南宫家主，我说我有滔天的本事，我没有夸大其词。没有，是我眼拙了，眼界不如我的女儿，是我看不眼了。我说到我一定会做到。南宫家的八大竞争对手今天都到齐了吧？陈黑龙，你们都表个态吧，就别让我一个一个亲自动手了吧。陈店主，既然青帝大人出面，我和南宫家的恩怨一笔勾销。既然慕容家主都这么说了，那我问一下，和南宫家的恩怨也一笔勾销？那再加上我文家青帝大人的面子，我一定会给的。我们各位都觉得是和解恩爱
恩怨一笔勾销。很好，加上我黑龙殿，共计八大拦路虎，从此不再为难南宫家。愿南宫家一路坦通，登顶龙国巅峰。惭愧，惭愧，汗颜呐！既然你们都表态，那这件事情就翻篇了。接下来，该说出你得罪本尊的事。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跪下道歉；第二，跪下领死。青帝大人，您是在说笑吗？要么跪下道歉，要么跪下领死。青帝大人，你这玩笑开的可不是很好笑啊。你是觉得我在开玩笑吗？还是我叶青帝哪里做的不对，让你们误会了啊？成黑龙，好歹我们也是世家呀，该说句公道话吧。好，那我就告诉你一句铁律：青帝让你们生，生；青帝让你们死，你们必须死。你，哈哈哈哈哈哈！你们都被骗了，都被骗了！你们枉为世家，枉为豪门，我配！一群蠢货！江山峰，你发什么疯？站在台上吆五喝六，指点江山，你们就信了？自始至终，你们想过没有？他们凭什么？他背后只有陈黑龙一人而已。你究竟想说什么？陈黑龙是黑龙店主不假，可你们自问，你们就差吗？虽说不敢胜过黑龙店，但平起平坐，总有那么一两个吧。我猜陈黑龙和叶天就是一伙的，一听就是陈黑龙的傀儡，自导自演这出见面会，凭空捏造出所谓的亲弟，为的就是吞并我们。陈黑龙，他说我是你的傀儡，属下不敢。在场各位，哪个不是坐镇大佬？别的不说，就说叶天，让我们跪地求饶，你们服不服？不服！不服！青帝大人，让我们退一步，我们可以忍着，但是让我们下跪，谁给你的勇气？你想干嘛？不把陈黑龙放在眼里是吧？叶天，你差一点点就成功了，败就败在你太自大，还要下跪。你知道世家的膝盖有多硬吗？就算国主来了，也没资格让他们下跪。哦，这样的话，那我也就不勉强你们了。这样吧，陈黑龙，属下在，就拿这三家先开刀，五分钟之内我要摸出这三大家的所有信息，我要他们在龙谷消失的无影，就仿佛没来过一样。一个电话的事情，我想那些家伙们都愿意为您效力，属下继续下来。叶天哪，叶天，你也太能装了吧！我慕容家坐镇龙国东南，正是春秋鼎盛时期。分钟抹平我慕容家，哈哈哈哈，我给你五年你也办不到吧。这位青帝大人说呀，不是抹去你们一家，而是抹去我们三家。喂，什么？我慕容家完了。别急，让子弹再飞。什么？喂！啊！你说什么？文强，文强完了，完了，文强灭了。
飞家也没了。三大家族，谈笑间灰飞烟灭，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等公主要灭掉你们几个世家，岂不手到擒来？我的人来了。魔帅行仓，拜见我主。白雀，拜见我主。闻言，拜见我主。李战，拜见我主。李燕，拜见我主。温鼎，拜见我主。圣天之宴，你们收我仰仗的，今日见面会，你们又收我仰仗成功。现在，我想问，我仰仗的是谁呀？如他，我是不是眼花了？他们怎么都来了？这个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欧洲贵族啊！还有这个啊，这个是华尔街巨鳄，他是国际上最大的军火制造商啊，甚至还有一国之主。疯了，都他妈疯了啊！他们随便一个人就能玷污我们世家的恐怖势力，在我龙宫境内居然有这样的庞然大物，就这小子居然是他的主人，这怎么可能啊？没什么不可能的，因为他就是九天十地之主。快，难怪他狂妄自大，难怪陈黑龙会奉他为主，难怪骄傲如南宫院死心塌地心甘情愿地跟着他。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魏家完了，江小子是你啊，我跟你拼了。既然把我的天儿一尊大人物拒之门外，我是我们叶家罪人啊。本以为是虚张声势，陈黑龙也就罢了，可这些军工是什么情况啊？王芊芊，你干的好事，你给我听成说啊，你们夫妻俩绝不能参与我们叶家的事。爸，你不要认为我不知道你们夫妻俩干的好事，趁我现在还有一口气，我要赎罪。叶天，我累了，我们走吧。宴无好宴，人无好人，散了吧。江家崛起的机会让你给葬送了，这下你满意了吧？爸，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你们怎么成这副模样了？都是那个叶天给害的。叶天？是啊，爸，不知道叶天用了什么手段，我们全都控制不了自己，全都跳江了。幸亏岸上有人把我们救了起来，不然我们全身溺死鬼了。你别说了，你怎么了，老婆？混账东西！我看你们就是欠揍，来救！我看淹死你们的好了。哎，爸，爸，为什么十二魔帅只有十一人归位？这，我要听实话。主人，那位身份特殊。因性情杀戮，穿越之后便去了域外战场为龙国征战。你也知道，龙国这些年已真正崛起，各国虎视眈眈，都以欺我龙国为荣。那位兄弟已经死了？那倒没有，不过现在也很危险，随时都有殒命的可能。十二魔帅都是我的生死兄弟，你们一个都不能少。你先走吧。是。救命啊！喂，醒了没？叶天，怎么是你？走开！我还以为你要跟我来一段深深的诱惑，结果是农夫与蛇呀！我懒得管你。哎，等等，我脚扭了，你过来帮我一下。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哎，我们怎么说也有过肌肤之亲吧？你什么态度啊？我不喜欢强势的女人，我最后警告你一次。算了算了，比起强势，
我更不喜欢哭唧唧的女人。走吧，我送你回家。我很帅吗？你要不要看看你手放在什么地方？你们这是南宫小姐，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没有，我们没有。你喜欢他？你喜欢他？一般般了。模样周正，身材不赖，出身也很干净。林总，你给叶天哥哥做小怎么样？你说什么呢？你放心，我不会介意的。可是我会介意的，好吗？南宫小姐，你出身高贵，跟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普通人接受不了的。可惜了，原本还想跟你做姐妹的。姐妹？嗯。好了，你们先聊，那我先走了。哎，你愣着干嘛？快去追啊！南宫小姐生气了。她生不生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差点没命了。胡说八道什么呢？刚才就是最好的证据，有人要害你，信不信由你。哎，等等，又干什么？是宫云飞，他为了得到我不择手段。明天他约我聚餐，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啊？这么不懂怜香惜玉的男人，真不知道南宫小姐怎么看上他的。公道，我们在这儿等等吧。哎，干什么啊？陈店主，麻烦你通报一声，就说我南宫斗要拜见青帝大人。青帝大人不在府邸，请回吧。不，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啊。对，我们就在这儿等，等到他回来。随便你们。夫人，你们这是何苦啊？哎呀，女儿，你爸他已经知道错了，你就在青帝大人面前多说几句好话，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嘛。断绝关系也是你们提出来的，叶天顾及我和你们之间的孝道，还帮你们摆平了八大竞争对手，早已经仁至义尽了。女儿，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生你养你，你怎么能和我们断得干净呢？是啊，女儿。爸，你喜欢下围棋，知道一子下错满盘皆输的道理，更何况你算小名，比起三大世家强得太多太多了。别太贪心了，在亲弟面前任何心思都会被窥破的。女儿，等会儿林飞雪来了，可要记住，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给灌醉。放心吧，交给我们。哎，叶天，你小子来干什么？这酒店你开的，我喜欢来就来，关你屌事？这可是南宫家的酒店，你小子高攀不上南宫家，又回来骗林飞雪了。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可是听说在见面会上你被叶家逐出家族了。叶天，你真的被叶家逐出家族了吗？他说反了，不是叶家不要我，而是我不要叶家。你小子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行，你多牛啊，叶家能配得上你吗？不过要我说，比吹牛厉害还是你小子的鼻子还他妈挺灵的啊。知道我背了好久了。董少，我们今天来是想来谈谈公司的事。雪儿，别那么着急嘛，先吃饭，大家都等急了。哎呦，你别转了，转得我头都晕了。再怎么说也快登顶龙国的人了，竟然如此沉不住气。孤家寡人登顶龙国给谁看？你，我后悔没相信女儿，错过了如此人中龙凤。你现在知道了。喂，家主，我看到叶天了。什么？看到叶天了？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看到叶天了？他就在一号包房。好，你马上给我死死的守在那儿，汇报叶天的一举一动，千万别让他离开。我马上就到。你要去做什么？叶天在龙家酒店就餐，这次我一定不能错过。你们听说了吗？见面会上那个大人物，名为叶青帝。青帝？哇，听这名字就霸气侧漏啊，在这世间居然还有人以帝为名啊。
我还听说这位青帝大人在见面会上大发神威，一言断三大世家生死。那位的原话是，青帝让你生才能生，青帝要是让你死，你必须死。此生我若是有幸能见到青帝一面，那可真是三生有幸啊。这种层次的见面会连我都没资格参加，更何况青帝。对了叶天，听说你们叶家也受到了邀约，你也去了对不对？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一般般了，世家如狗，都是一群有眼无珠之辈罢了。是，这么说你还见过大场面啊？叶天好歹去了，不像有的人连去的资格都没有。好啊，既然如此，那就请叶天你帮我介绍一下，这是什么？这事我就不卖关子，这就是见面会上青帝我是各大世家为青帝精心准备。天哪，皇上，你居然能把这个酒搞到手，我可听说这酒价值可不菲呢，整个龙城也就仅此一瓶啊。宫少就是有手段，那这么说我们今天也能沾沾这青帝大人的光了。这叫什么话，这叫沾青帝大人的贵气，咱们呢看上一眼那都是贵气无边了。这真是青帝大人喝过的酒。你们想多了，我公家虽说是云城一线富豪，可这酒太过尊贵，我公家也就只分到了这么一丢丢，今天你们福气好，我也就大方一回，每人分那么几滴吧。你小心点，但凡撒了一滴把你卖了都赔不起。叶天，你笑什么？我问你笑什么？没什么，我说啊，这瓶人家喝剩不要的酒，你们却当成他是宝贝。叶天，他可不是普通人，他是叶青帝，可以让世家灰飞烟灭，让刑天巨擘俯首称臣的人。哦，不是，乞丐手里的百元大钞，那也只是一百块钱而已。但是帝王随手不要的茶碗卖出去，那可是价值连城啊！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却还去见面会。一点见识都没长，就是小子，你就闭嘴吧，没见识就是没见识。我没见识，好，就当我没说过。不过这酒啊，我尝过了，味道寡得很，一点都不好闻。放屁，这酒只有青帝大人饮过一口，这才有剩余跟我们这些富豪瓜分。但是这酒的意义象征性远超实际。还钱，各位。前有青帝见面会，今天我们促逢一会，还有青帝的酒。我有个建议。宫少有什么建议？不如我们就来一个小型的英雄会，煮酒论英雄。好啊。哎呦呦，抱歉啊，这青帝的酒太珍贵了，分到你这儿没有，你不会介意？没事没事，我不喝。煮酒论英雄他也配？要我看是个狗熊还差不多。叶天真的在酒店吗？家主，他就在一号包房厅，我亲眼所见。好。哎，不行。就这样去找叶天显得过于唐突。你去酒店把最好的红酒给我拿过来。家主，这叶天到底是何方神圣啊？连家主您都要主动送酒。我让你去拿就去拿，你没资格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好，好的。来，各位。这酒的味道好像也就那样。雪儿。这你就不对了啊，这品的是酒吗？不是酒，这品的什么？品的是青帝大人的豪情万丈睥睨山河呀。不错，不知道为什么喝了这杯酒，突然感觉自己豪情万丈，干劲十足啊。嗯，是啊，喝了这酒一夜遇使女，走路带劲了，上楼也不带准了。典型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雪儿，我看你今天挺有兴致，这样所有的酒水全部由我来买单，随便点。等本少灌醉你，再让你欲仙欲死。宫少，真的都你买单吗？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客气个屁呀！本少连这点酒水都喝不起了，随便点。抱歉，打扰了各位，我是这个酒店的经理叶先生，这是您的红酒，请您查收。我去，我没看错吧？这可是83年的威廉大帝，起码500万，这么土豪的吗？叶天。这就你不对了，你喝这么贵的酒你喝得起吗？哼，叶天，你宰我。宰你？我刚刚说了全部酒是我买的，你他妈就给我点了500万的红酒。今天这场局是我给飞雪准，你算个什么东西，轮得到你来点酒？我说我没点，你信吗？
信你个鬼！不好意思，这酒我们不要了，拿走吧。宫少，看来你说话不算话呀。还是说你请不起我们喝这么好的酒？那既然这样的话，酒单也不需要了。这个好酒有的是，这样我在酒单上再添几样好的。家主，怎么回事？没药，我给了他们没药，他们宁愿点酒单上的酒，怎么可能呢？这就是你送去的酒，对，混账东西！这就是你送去的酒，对，混账东西！你竟敢以次充好，我不是让你去拿酒店最贵的红酒吗？你竟敢糊弄我，难怪人家不要。家主，这瓶酒已经很好了。家主，这叶天到底是什么人呢？最贵的酒您已经珍藏几十年了，您自己都不舍得打开。住嘴！你懂什么？现在我终于理解我女儿的感受，终于知道一个人无知还不自知是多么令人憎恨。家主，我现在恨不得打死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快取换最贵的红酒送过去。好，我这就去。雪儿，今天我们不醉不归，这杯我敬你。雪儿，你就别看他了，饿死鬼托生你就让他吃吧。叶天，好好吃，吃完了下次可就吃不到了。不好意思各位，又打扰了。青莲，你怎么又来了？这是我们酒店最贵的红酒，传承佳酿，价值1000万。1000万？我的个乖乖，我还没见过这么贵的红酒。品尝过此种美酒的人，放眼整个龙国也不超过五指之数。不过如果今天大家想喝，还得经过一位先生的同意。叶先生，这是您的红酒。我今天这么受欢迎，这又是我的酒。叶天，你少给我装模作样，是不是又是你点的红酒？刚刚5万的没得逞，现在又点1瓶1000万的，几个意思？你这是在报复？刚刚青帝藏酒没喝上，所以才点这么贵的，对不对？我看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要想喝自己去买吧，蹭酒都送到宫少头上了，你这有点无赖。这酒给我。你们叫什么劲？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我知道你是想自己独占。我告诉你，这瓶酒本少是不会买的，这瓶酒他是收不下的，你还是拿走。这位先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你知道这瓶红酒什么也不需要，没有误会，拿走。叶先生，这无所谓。家主，怎么回事？这酒他们还是没要啊？怎么会这样？叶天，你别装了，社会地位是装不出来的。就好比这酒，我们喝的是青帝大人的琼浆玉液，而你只配喝5块钱的啤酒，还企图用你的小心思喝好酒，骗骗南宫小姐那种冰清玉洁的女人还凑合，骗我们？你想多了。我骗你们什么了？还在装，还在装。你不会真以为去了一趟见面会就在自己人生履历上镶了一层金边是吧？你们呢，宁愿相信一个没有去过见面会满嘴胡言，都不相信我亲自去了见面会。果然啊，下场不可避免，跟愚蠢的人在一起只会更蠢。林飞雪，走不走？走。我他妈看今天谁敢让他走。顾云飞，你软的不行来硬的是吧？老子就来硬，你能把我怎样啊？我以为你找了个什么样的人，这么个废物就是你犯下最大的错误。林总，你就别挣扎了，宫少对你倾心已久，你就从了。就是呀，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们聚在一起就是简单的喝个酒吧？这酒都喝了，该办什么事儿心里该有点数啊。雪儿，这就是你找的靠山，怎么到现在连个屁都不敢放？你确定要我动手？又是谁又想干什么？南宫家主，南宫家主，有失远迎，你怎么来了？我来敬叶天。哼，哎，这回有好戏看，谁不知道这南宫斗最反对南宫渊和这个废物在一起？我可听说南宫都在见面会上吃了鳖，这小子有他受了。叶天，你快站起来。我为什么要站起来？这还用问吗？那可是南宫家主，你不讨好他，他凭什么把女儿嫁给你啊？你错了，是他求我嫁你，要讨好也是他讨好我。您听听您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啊，您放心，不用您出手，交给我来。
不用您出手，交给我了。你要帮我？你知道什么？你就要帮我？我知道，我全都知道。这小子不单单是得罪了您，他竟然刚刚还点了两瓶红酒，一瓶价值500万，一瓶价值1000万。我听了二话没说就给退了，他竟然还想收下。您说说，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不要脸的人？等等，你刚才说什么？叶天原本要这两瓶酒的。对啊，被我给拒收了呀。好啊，搞了半天原来是你啊。南宫先生，你干嘛打我呀？打你，我恨不得杀了你。你算什么东西？我送的酒你有什么资格做主？这两瓶酒都是您送的。青帝大人，是我错了，求你原谅我吧。没有你，我南宫家族就没有了根基，请你助我们南宫家族登顶民国。青帝，青帝，什么情况？叶天是青帝，是青帝大人。狗东西，连叶先生是何方神圣都不知道，就去贬低鄙视，见识浅薄，活该匍匐在这小小的云城。南宫家主的大礼我可要不起，我叶青帝没什么本事，无非就有些权势滔天的手相，无非有些移山填海的手段，登顶龙国万万担当不起。青帝大人，你折杀我了。你无论有什么要求，只要我们南宫家族能做到的一定做到，请你不要放弃我们南宫一族啊。好吧，我考虑一下。哎，林飞雪啊，走不走啊？走。我都说了，这酒很寡淡，你非要喝，那你喝个够了。南宫斗，满足他。是。来人，将他丢到酒窖里去，让他喝个够。我不要，饶命啊！南宫家主，青帝，叶青帝，叶天，你真的就是那个能让众世家俯首称臣的叶青帝？你觉得呢？我现在真是越看你越顺眼了。走吧，来上我。这么迫不及待？我刚刚嗓子痒，我是说来上我的车。走。不过你想要的话也不是不行。毕竟青帝大人权势滔天，小女子想反抗也反抗不了嘛。走啊。去哪？回家。都准备好了吗？主人，罗帅一就位就等您一纸令下。在场之人都是我的生死兄弟，一个也不能过，一个也不能少。此去域外，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杀敌寇，杀敌寇，杀敌寇。那夫人拿纸墨，一纸婚书，上天庭，下地狱，小禀众圣，通晓三界，诸天见证，若不加人便是七天，七天之罪生死道消，加人服刑便为天狱，三界无名，永无轮回。此去域外，便以万里山河为凭，可山河印许家人一世繁华，交给林飞雪，让他转交给您。是。还是迟来了一步。爸，叶天他竟然去了域外战场，听说那边的死亡率高达80%，堪称绞肉机啊。就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那么多巨波大佬俯首称臣，他想要什么得不到？权势、金钱。唾手可得，非要去这么危险的地方，看来十有八九是回不来了。就是。你们给我闭嘴，两个不识货的东西。你们说叶天是蛀虫，我看你们才是蛀虫。你们懂什么呀？人家那才叫为国征战，为国立威。等着瞧吧，出不了数月，咱又有一个传说传回龙谷。只可惜啊，我们叶家终究是错过了。南宫小姐，这是叶天让我转交给你的。他人呢？他好像是不辞而别了。那个，你们是不是闹别扭了？如果是因为我的话，婚书若负家人便是七天，七天之罪生死道消。天哪，这是婚书还是生死状啊？真是个狠人。林总，我可能暂时要在云城住一段时间，等叶天凯旋而归，闲来无事想找点事情做。
不知南宫小姐有什么打算？不知林总对南省女王可感兴趣？南省女王？